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一个三角形 ABC 为正三角形，他说边长是 4， 问你向量 AB 加上向量 AC 的绝对值怎么算？麻烦一件事情哦，这题我们直接来算好不好？要把绝对值给拆掉怎么办？因为你向量 AB 加上向量 AC 好不好加？不好加，我们直接把平方爆开好不好？老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，a 加 b 的平方等于 a 平方加上 2ab 加上 b 平方，行不行？好，你写到这边之后，老师可以知道，因为它边长是几？四，对吧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这边长是几？四，四的平方是几？十六，这一样边长是几？四，四的平方是几？十六。麻烦是这个怎么算？来告诉我，向量 AB 逗的向量 AC， 它等于向量 AB 的长度乘上向量 AC 的长度，对吧？哈，其实夹角，你看 AB 在这 ，AC 在这 ，Hello， 夹角是几度？乘上 cos 六十度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四乘四乘二分之一。答案算出来是几？八，所以二八还是几？十六，加上四的平方，十六，加起来就是几？四十八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把向量 AB 加上向量 AC 的绝对值，算出来就根号四十八，所以答案是几？四根号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 ，OK，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